然后你知道吗？咱们跟咱过年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嗯，就是大年初一咱得吃汤圆儿，大年初二呢吃面条儿，大年初三我们就要去走人福。走人，走人福。啊，走人福的意思就是串门儿。啊，串门走亲戚。对对对，那串门的时候我们就会带上一些好吃的乐山小吃，送给对方。哦，是要带特定的小吃吗？啊，会，这个名字啊叫。叶儿粑，全乐山人在这个时间都在做叶儿粑。你的去的话，去你朋友家吃啊？当然了。好，那要不咱们走着。我要拜访的这家人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，在乐山市五通桥区杨柳镇上也是小有名气。每到过年，全家人团圆在一起制作叶儿粑，是最美好的欢乐时光之一。粑是四川一些地区对米制小吃的统称。也是乐山人过年必备的年食之一。你俩轻一点哈、啊。哎，哦，小兔来了，来了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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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过年好，欢迎欢迎欢迎啊！你们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包什么呢？叶儿粑。叶儿粑。对对对对。叶子方圆。哦。哎，您吃过吗？我吃过类似，但是这个没吃过。那我洗个手，跟您一起包包。啊，不着急不着急，那个，因为我们今天包的多，叶子已经用完了，要不跟我一块先去采叶。好，就在那个山上就有。先采叶子，好。叶儿粑在四川各地都有，但乐山叶儿粑采用大叶鲜毛作为包裹材料，因此能较好遮蔽叶儿粑粑体，可以放置在簸箕中保存半个月，甚至更长时间不变质。上海、北京、厦门的亲戚每年都等着我们嘞，都得邮寄出去。真是亲戚。还有，你知道，你看我们那个房子背后这山，这后面的乡里乡亲的都得送。送一份，过年嘛，都得给大家一份。这是第二批。对呀、啊，每年都做的多嘛。那我们就算是第二梯队呗，是吧？对。完，这料都备上了。嗯。这个是那个做肉馅用的啊、这个是那个芽菜。芽菜。哎、炒肉。叶儿粑的馅料分为肉馅和素馅两大种类，肉馅由猪肉、芽菜、豆瓣酱组成。炒这个肉馅还不用放其他的东西吗？要加一点油，因为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也会糊。嗯，要加调料吗？要加，有我们要加花椒，不能说，这是我们家的秘密。自己家。然后把它搓圆了。对，爷，你看我包这行吗？可以。你看，这难度在后边啊。给你一片叶子，这是我跟爷包的，这是两回事。我这是一个不规则球体，你看爷包的特别光滑。蒸熟了就差不多了，你这个也可以。然后在上面滚一下。哎，不粘盘，不粘筷，不粘牙，被称作三不粘叶儿粑。哎，对对对，滚好了，然后你看，哎，然后下面看见没有？叠拢，看，这样，成了，不错。我总觉得我包这是残次品。行，这样。凤姐这是干嘛呢？这个为区分口味。全部都放黑醋啊？对对对。然后咸的就放这个胡芹。对对对，你。等水开了，20分钟就可以品尝到热乎乎的叶儿粑。就算送给亲戚，等再要吃的时候，加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。时间到了，好了。哇，好看！好看啊！不得了，来！刚才吃到糯糯的那个糯米的那个味道，然后呢，但是糯米皮儿甜的，我本人呢就特别爱吃甜口。但是最惊喜的是吃到里边是有肉香，肉馅炒的真是，它给煮一盘菜，这肉馅加上这糯米，我觉得这个幸福的感觉不亚于在过年吃期间吃到这个饺子，有那种满足感，但是还是甜的。
在罗爷爷一家人的邀请下，我和他们一起将刚刚出锅的叶儿粑送给了周边邻居。在过年时和邻里乡亲分享叶儿粑，是邓姐家保持了20多年的传统。这一个小小的叶儿粑不仅是过年的美食，更成了人与人之间维系情感的纽带。